3月31日，彭于晏出席某品牌洗发水代言活动，虽然穿着没有过多展露结实肌肉，但依旧难掩平时努力的成果。彭于晏坦言自己健身是在为电影角色做准备。健身体有练上吗？其实我是比较一阵一阵的，因为我如果碰到一个很喜欢的角色的话，我就会就很疯狂的去塑造一个角色。那如果有些角色是不需要练身体的，我就很乐意不练这样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是做回比较适合自己的样子。刚刚过完自己31岁生日的彭于晏收到了妈妈和姐姐送上的礼物，而自己心中的生日礼物是抽出时间度假休闲一番。可无奈艺人的身份使得自己分身乏术，彭于晏还自曝生日时向朋友索要生日礼物却没人搭理的糗事。那我就觉得，那今年就开玩笑，就每一个祝贺我的好朋友，我都会说 Where's my present， 就是问他们我的礼物在哪里，这样看他们会不会送我礼物这样。目前呢，基本上没有人理我。与彭于晏亲如兄弟的阮经天与女友徐伟宁的感情一直相当稳定，或许哪天一不小心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而与小天同岁的彭于晏感情状态却是毫无进展，这可是急坏了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。就随缘吧，就没有无奈，就大家反正常问这个问题嘛，就回答100遍，就有一定就有了，没有的话就顺其自然。